那边啊，976，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本地过台湾去啊？去啊。他没有去过，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我来台湾，我跟他们没喝。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本地会抽红酒喝。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，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人家乱了，有主要搞完，符合增加，我同意喝。他愿意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人家乱了，别再办法了，我求得了喝。他受得了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是事实，能够担保了内容一千分，我能够找到你们俩是对的。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就算数，不然没办法断。请你提上包，不然没人的背包干没了。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现在请你伏地起身，不然没人总得搬一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。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 ，OK。谢谢。谢谢。